老公寓的钥匙大概有六根，我每天包包那么小一个，钥匙那么大一串耶。后来换到新家可以用那个指纹啊，然后你第一次用指纹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上流？没有，我的拇指超过那个洞。还是可以过啦，因为它那个洞有一个限制，所以人还会有十根手指头，还可以多种尝试。对，原来是为房子啊，十根手指头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